以所有问题变得清晰。小心翼翼，散步距离，收起小刺，把握时机，拥抱的阻力，一起弹奏的旋律，你就是我唯一一首单曲。18岁的某一天，这个叫吴景浩的男孩突然闯进了我的世界。看飞，我们做朋友吧。做梦。三步。也是第一次有人说我像刺猬。如果说我像刺猬，那他像什么呢？是站在身上就很难摘下来的苍耳，还是任劳任怨的饲养员？是一起笑一起闹的朋友？如果有一天你迷路了，找不到回家的路了，那你就站在原地别动，我一定会找到你的。还是为你抖着身体爬上天台的高墙，然后告诉你，他也愿意是你黑夜里的一盏灯。韩飞，他慢慢走进我的生活，照亮我的世界，带给我希望。那时我还不知道，他是为了救我回到了18岁。过去的美好回忆一直告诉我，只要念念不忘，就能穿透时光。所以就算现在的我有很多遗憾，但我依然相信，两个平行的时空一定有再次改变的可能。喂，韩飞，二环路有辆大巴追尾，医院急诊忙不过来，你快回来帮忙。这里痛不痛？这里呢？这里痛不痛？啊，痛。送你照 CT。 韩医生，这边有一个左手严重撕裂伤，需要做紧急缝合手术，稍后。知道了。怎么样，韩同学，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吗？韩花。忍耐一下，看看你伤口。我小时候有个玩伴，我叫黄欢。小杨，去准备一下缝合器械。好。我说韩医生啊，要说治病救人，在我们医院没人可以跑在你前头，但你自个儿的事儿总得上点心吧。嗯，我怎么了？你一个姑娘救人的时候多利索，但女孩就是女孩，累瘫了还是得有个男人可以依靠。
所以我天天健身啊，不仅能照顾自己，还能保护别人。哎呀，你也别怪我多事。吴景浩出车祸，差点就没救过来，能挺过这十年，都已经是奇迹了。詹院长都说了，熬不了多久了，你就别再等了。谁说我等他了？那你不相亲不恋爱，不就是在等他醒吗？李姐，我不相亲不恋爱，是因为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的，我不需要再多一个人来扰我的清静。你的心意我领了，谢谢。你看，我这不都是为他着想吗？李姐，你还不知道吗？谁踩了他的痛点，他就会变成一只刺猬。康复科的李主任说了，你得坐一坐，这样有利于四肢肌肉的恢复，还能促进大脑意识呢。等你坐累了，我再把你抱回床上。吴景浩，你知道吗？桃子要结婚了，文文也要回来了，他们都是我大学最好的朋友。要是你能和我一起参加桃子的婚礼就好了。姐妹们，我回来啦！飞机啊，就马不停蹄的去给你买结婚的东西。你说你们也太不靠谱了，现在才想起来要买啊？哎呀，还是你最靠谱了。这什么？酒店统计的宾客名单。哎呀，看什么宾客名单啊？我们看会儿电视吧。啊，对，看电视，看电视。天文台预测，明天晚上11:50左右，将会在仙鹤座方向出现众多流星雨。流星雨，但本市由于地理位置受限，观测条件不够明显，本市大部分民众。听到冰糖青桃在父亲陪伴下幸福的入场吗？在那天，冰糖的父亲要亲手把自己最珍惜的女儿交给我们冰糖。跟我们冰瑶从一个幸福通过到另一个幸福的开始。小姐，这位先生刚刚才到，您看把他安排在哪一桌比较合适？你好，请问你是？韩飞。林大律师，这么没有时间观念。啊，那个文文呢？文文陪新娘去换衣服了，你要是找她的话就在这儿等吧。韩飞，没有流星，只有雨。
如果那个时候对着流星许的愿望是希望你什么都好，或许这一切真会有所不同。喂，爸，怎么这么晚打给我呀？最后一桌客人喝大了，我刚打完他们走，这么晚了，我就觉得我姑娘还没睡。这晚不睡，在干嘛呢？我说，我在对着星空许愿。丫头，外面下的雨呢，你拿什么许愿啊？记得明天晚上过来吃饭，没事早点睡吧。好，我知道了，爸，你也别太晚啊。我挂了。嗯，好，挂了吧。怎么会做这么奇怪的梦？他怎么了？薇薇，你等一下。院长。他这是血伤脱落堵塞肺动脉引起的肺栓塞，我想你还是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就算这次抢救回来，他这身体也坚持不了多久。院长，我弟弟怎么样？正在抢救。爸，我在外面就闻着味儿了，好香啊！来，坐。哦，对了，还有个汤，我去拿过来啊。哎，来来来，菲菲，来，挪个地儿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我最讨厌你喝酒了，但是现在。
有些时候是需要一些念想的。是不是做噩梦了？梦都是反的。又停电了，你先坐一下，我去看一下。白振宇在十年前创作的《最想说的话》，听着这首歌，有没有想要回到十年前呢？是不是每个人都想回到某人身边，想回到某一段特别的过去？收音机前的你呢？我想，即使回去后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呢？只要有这个机会，就算回不来，也没有什么遗憾。好的，接下来为您播放一首白振宇的新歌《回忆复习指南》。就由林北大学第2009级新生代表吴景浩同学上台代表全体新生致辞。吴景浩，韩飞，你干嘛？尊敬的领导、老师，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好。韩飞，我是来自临床医学系2009级一班的吴景浩，今天很荣幸站在这里作为新生代表讲话。大学是全新生活的开始，我们要以崭新的姿态迎接人生中全新的挑战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站在这里呼吸的每一秒钟，拼搏的每一分钟，都会有它存在的价值。让我们踏着清晨的朝阳，在通往未来的路上迎风向前，用知识丰富人生。大学是高等学府，不管是知识还是环境。韩飞，
同学，你要怼人心了。韩飞，你干嘛？这是开学典礼，所有领导都在。吴景浩，我跟你说话，你看哪儿？吴景浩怎么在这儿？他是新生代表，不在这儿在哪儿？韩飞，虽然你们是大学生了，谈恋爱学校管不着，但这是开学典礼，你当着所有领导的面，你跟谁过不去呢？开学典礼。站好。我的头发。不会吧，这是以前的手机，难道确实是我以前的衣服？这里真的是我大学时候的礼堂啊。这棵树也还没有长大。韩飞，韩飞啊，回去写检讨。在这儿，结束了吗？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你发什么呆呢？问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老师让我回来写个检讨。看不出来啊。刚开学又要写检讨了，你还记得检讨怎么写吗？哎，韩飞，你都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你被拉去办公室上三五天课了。严老师没难为你吧？嗯，没有，他就是让我写了个检讨。韩飞，你刚刚那一报啊，简直是技惊四座，震动四方，整个体育馆都给你掀翻了。韩飞，韩飞，嗯，没事吧？哦，没事。你和吴景浩有点什么？哎呀呀呀！别喷了，够香了。你也挺香的。你早上是不是用我洗发水了？没有啊。那你头发香味怎么跟我一模一样？不是吧，我用了伊卡璐啊。我也是。啊，记得开学的时候，桃子就是用错了文文的洗发露，然后是杨亮亮挤了呗。行了，文文，别生气了，桃子也是不小心的。你要不用我的，我那个洗了头发特别润。我看看，还真是。其实洗发水要经常换的，我这个牌就是我爸妈从国外带回来的，还挺好用的。是吗？什么牌子？一切都跟以前是一样的。难不成我真回来了？行，你先回去吧，以后不可以这样啊。知道了，老师，您放心吧，下次一定不会了。去吧。学生资料是隐私，你不能看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就是好奇。好奇什么？
我。吴景浩，把这个分给每个宿舍。好的，老师。谢谢老师。吴景浩，我们宿舍的课表给我吧。谢谢啊。哎，那个，我能问你个问题吗？问。你是百川中学3年级7班的吴景浩吗？你不是知道吗？我就是想确认一下，万一你身体里有另一个人的意识呢？别人不相信，但是我信。少看点小说吧。那你到底是不是吴景浩啊？是啊，我是吴景浩，我不是吴景浩，我是谁呀？那你为什么在这里啊？那我应该在哪儿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你能在这里，真是太好了！耶！若可以在少年遇见那个他，我无处安放的心，他会不会舍得抛下？那次转身却没停下步伐。若可以再少年，我会勇敢吗？放肆的对他表达最想说的话，因为在很久以前，我也曾这样爱过那个他。当事人要不要回应一下？我给你指点家境呀。不用了。你俩说什么呢？自己去贴吧看，回帖最高那个楼。这不是吴景浩和那谁吗？很累。哎，等等，是开学典礼啊？对啊。现在全校都知道了。啊，我那时候觉得无聊，我就回来睡觉了。哇，那你可是错过了本校的世纪大场面。是吗？那会儿全场灯光昏暗，就一束光打在吴景浩身上，然后韩飞就这么冲上舞台，就这么给了吴景浩一个目光，这么浪漫。行行行，哎，他们在贴吧里蹭喜气的话，我蹭真人是不是更有用？别动我啊！为了我脱单，你就让我碰一下也没什么关系，我有关系，别动我，别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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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！瞧你小气的样你是我们班那个开学典礼上抱吴景浩那个韩飞是吧？对啊，是我。我跟吴景浩一个宿舍，要不要我去帮你叫他？好啊。你稍等啊。嗯。哎，吴景浩，我在外边等你呢。吴景浩。韩飞同学，以后你要找我的话，直接发短信就行了。请不要托人转告，好吗？我给你发短信了，你没回我。我给你打电话才知道你停机了。我换号了。啊？我才给你充了500块钱。你充的？嗯。你
知道我的电话，我不知道你的，这不公平。群里有班级通讯录，你自己不知道看而已。班级群？我没进，你快拉我一下。快点。吃这个味道了。嗯，草莓味儿，葡萄味儿。我不想一直被人误会。误会？误会什么？被人误会我们的关系，而且这种误会其实你更吃亏，毕竟你是女孩子，所以我们保持距离好吗？距离？多远啊？三米，三步，不能再多了。嘘。行，三步。看来，吴景浩是真的不记得我了。好啊，那我们就重新开始。夏秋冬，我消失在你梦中。那个让我不安又快乐的人，那就是你呀。如果一切回不去到最后的我们，有什么留下？是你让我念念又不忘那些点点滴滴的时光，有一个瞬间天真的以为你还在我身旁，是你让我念念又不忘即使你去到那个远方，再好的伪装也无法遗忘曾经的愿望。春夏秋冬，我消失在你梦中。那个让我不安又快乐的人，那就是你呀。如果一切回不去到最后的我们，有什么留下？是你让我念念又不忘那
些点点滴滴的时光，有一个瞬间天真的以为你还在我身旁，是你让我念念又不忘，即使你去的那个远方，再好的伪装也无法遗忘曾经的愿望。